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系魔人，今日翻嚟继续玩足球小将嘅利华尔上级啊。咁利华尔好多朋友都话：喂，你真系唔认得利华尔啊？咁我上次都讲过啦，利华尔我印象中咧就唔系咁白嘅，系啦，唔知点解咧佢今次出得咁白，咁其实我真系唔认得佢。咁啊，俾大家睇一睇幅图先。嗱，呢一个咧就系我印象中嘅利华尔嚟嘅，系啦，相当之英俊同埋结实，系啦，成个古天乐咁嘅。OK， 咁我哋咧翻到现实啦，呢只 game 啦，唔知点解佢漂白咗，可能呢一个系佢孖生细佬，又或者系佢二同母二父嘅细佬，孖生细佬应该唔会唔同肤色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利华尔啊，讲到嚟呢度先。咁啊，即时开波啦！咁呢一今次其实最主要都系带翻团队系力嘅，咁啊比较容易打啦，因为对方全部都系技嚟嘅。嗱，咁我自己嚟讲咧就随便入去打咗一关，咁其实都入到三球嘅，系啦。咁啊，最主要都系嗱，依家佢系梅拿系技嚟噶嘛，咁我哋就需要带翻力属性角色嘅射门技能，系啦。咁我自己就觉得带翻新坦拿啦，系啦，新坦拿嘅超低空系超低空射球，其实都可以攻破佢嘅。咁我一阵间就会用超低空射球噶啦。咁依家我都只不过系想扭过晒佢啲扭过晒佢嗰啲后卫啦。咁啊，交翻俾阿大刺猬或者系呢个史莱达，令到佢射穿啊梅拿嘅。咁啊，梅拿其实都相当难射穿啊，因为即使有史莱达，史莱达都系俾佢黑紧，系啦。咁但系如果你话去龙门比较近嘅时候，其实亦都唔使太过担心啊，亦都 OK 啊，系啦。好，咁啊，依家就零比零啦，暂时。咁我就嗱。剛才個球有心嘅，我特登令到一開波只係打即刻衝上去可以攔截啊，係啦。咁啊成功啦，呢一下鏟咗個波 ,OK。咁啊直接衝過去，咁啊又俾人攔截，咁其實我就選擇用呢個火焰射球嘅，係啦。S 記嘅火焰射球啦。咁啊提提大家啦，如果大家真係覺得B 技有冇用呢？ B 技其实是相当有用的， B 技你升到去满 level 的时候其实是相当之强的，咁所以其实我那个超低空的秃鹰，不是秃鹰，超低空的黄金射球啊，那个就是新坦拿，咁如果大家真我自己用过真的不错，我升到30-40几的啫，咁但是其实升到满的时候60呢，其实就追到 S 技的一呢的啦，咁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一呢嘅 S 技其实都冇乜用㗎啦。咁所唔係冇乜用啊，係佢用嘅能力用嘅体力多，但问题佢嘅输出其实同60呢嘅 B 技呢其实係有得揮㗎。即係60呢嘅 B 技其实係可以比得上呢个一呢嘅 S 技，咁所以大家注意返啦。好。咁呢关有咩要注意呢？其实佢敌方嘅全体都係技嚟嘅。咁如果大家真係有力隊嘅话呢，你带返力隊基本上电脑啊低 B 玩啊其实都射得入嘅。咁当然啦，你都要配埋你嘅战力啦，如果唔係都幾麻烦啦。好啦，咁我大智慧就应该就拦截唔到嘅。因为武技始终係扎使少少啊。咁所以如果呢个全日本嘅大智慧，如果大家真係抽到嘅时候，我都建议返大家真系打翻一隻有拦截技嘅刺猬，跟住继承招技俾呢个全日本嘅大刺猬啊，大空翼啊。咁啊，当然啦，呢个大空翼其实都唔易抽嘅。咁我自己都抽咗几次。OK， 咁我用呢个全日本嘅黄金组合啊，三人组啊，日本三人组。呢个全条系中场进攻中场嚟喎，全日本嘅黄金组合啊，写住。即系睇个名字已经知道有气势啦，两个直角假身，完全呃到人，但系要三个嚟咁样做，系啦，咁用完之后由中场就会变到去好前噶啦，系啦，即系会去到禁区咁滞噶啦，咁基本上系入埋禁区嘅。咁呢度用双子射球睇下啦，双子射球好似系入唔到，我印象中睇一睇先，系啦，麦太耐，双子射球，喂、哎。即时截咗，喂，仲要俾佢人截，你系阴功喎！
咁史莱达应该系射得入嘅，咁近嘅时候，咁近都唔入就真系唔知点啦。好，火焰射球，睇呢度点先。好，巨人之片。诶，梅拿塔，喂，梅拿咁耐嘅。巨人之片碗好啦，咁啊弹翻出嚟啊，阴功咧 ，S 技都俾佢挫走咗。OK， 咁我哋由呢度开始睇睇先。咁其实呢个情况，其实新坦拿换翻去做前锋嘅中前锋会比较好啦，因为体力啊比较多少少，同埋只可以达射多一球嘅火焰射球，基本上都冇力噶啦。我应该挡到啦，系啦。咁直接开个火焰射球啊，都唔好谂啊，唔好等人哋埋到嚟先啦。好，火焰射球，睇呢球点先。OK， 弹开咗嘅第一个，咁直接去到阿梅拿度啦，应该系得系嘛？哇，好似揿低埋喎，睇睇先，应该系，哦好，弹飞咗佢啦，咁就。咁都系唔错啊！用火焰射球真系唔错。好咁啊，又开多一弯啦。下一弯，下一个回合啊，唔系下一弯啊，推翻啦。咁呢度直接铲佢啦，因为我都冇乜气噶啦呢个位。OK， 咁啊，我成功啦。呢度应该可以全球啊。唔系喎，射球喎，选择咁一定揿到啦，系咪啊？冇理由接唔到啦呢一下，系啦，揿翻黐住只手嘅黐线，咁啊交翻俾前边，仲要发到埋呢个全力添。咁但系阿大刺猬都系接唔到啊，都系要俾翻阿敌方嘅史莱达。图 B 唔使谂啦，我想抽到，我想抽葵心五又唔中。OK， 呢个泰国仔啊，泰国仔截到啊呢下。好啦，看我招肚腩顶波，肚腩难截啊呢个叫，嘿，超劲。跟住一路射走人啊，可以，其实几好用啊，我觉得呢个泰国仔。即是他进攻又有，防守又有，虽然后了一点，同埋又用不到这一下。但是平时我试过射到三个人瞓在地下，跟着一路冲去前面都得的。这里啊，麦泰莱同埋阿大智慧啊，还有就是阿葵生这三个三人组，日本三人组啊。咁啊，俾我泰莱攞到的。好啦，咁我正式开始使用呢个新坦拿嘅超低空射球啊！咁啊，我用新坦拿超低空射球嘅时候就35嘅啫，咁我之后都升到42嘅。咁呢度印象中系入到嘅，睇睇先啊！超低空射球，咁啊呢一球咧就一定。佢 SP 嗰度写住好似系话弹开两个人嘅，睇下揿唔揿得翻落嚟啦。OK， 咁都直接飞咗喺 B 技 KO A 技嘅，咁当然属性上边我嘅新坦拿系黑住梅拿啦，咁所以其实大家我呢一隻其实新坦拿只不过系打出嚟嘅降临嚟嘅啫，咁你话系咪真系要抽出嚟先劲咧？咁其实你都睇到啦。系啦，喂，你下下真系靠抽咩？只 game 即系想抽就抽到就好咯，即系手机游戏抽唔到咪算咯。我用降临力都觉得可以用得啊，即系唔会话差咯，系咯。咁当然啦，你话能力值系真系差一橛嘅，咁但系你起码安慰一下自己，喂，上面个 URL 点都彩色过 SSR 啩，系咪真要强迫自己用 SSR 啊？就算你系 SSR。你升唔上 URL 其实都系咁嘅啫，咁当然玩耐咗系会升到，但系你首先要抽到咯。OK， 咁啊嚟到呢度都系直接超低空射球，应该系射得入嘅，唔系喎，射唔入噶咯喎，应该睇一睇先啊。OK， 拍翻出嚟，其实梅拿真系好正噶，超低空射球由咁低空射过去，佢可以由上面拍翻出嚟都黐线嘅，系啊。
咁今日啊嚟到呢度咁滞噶啦，都三球零。咁我自己啊第一次打入去啦，咁当然我嘅战力系相当高嘅。咁要让大家战力低，就真系要注意翻个属性啦。咁而呢一隻利维尔其实都唔差嘅，如果你真係冇角色用嘅时候，都可以攞一攞隻利维尔嚟用一用啦。多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